你们好，我是阿刚。上次我们在这个鱼塘里面放了一个特别大的地笼，你们看，抓到了有好多的甲鱼和龙虾。这个地笼里面是一个竹竿，你们看，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乌龟，太多了，这里面的收获特别的多。这个乌龟特别大，应该有个3-4斤。你们看，这地笼里面龙虾特别的多。于是咱们就想了个办法，准备把家里面的抽水机抬过来，把鱼塘里面的水全部抽干。现在我们把饮水管放进去，把这个水管接到机器上面，准备把里面的水全部抽干。抽干之后，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甲鱼和龙虾。现在把饮水灌满。听村里的老人说，这个鱼塘里面已经10多年没有干了，里面有一只几十斤的大甲鱼。一会儿把这里面的水抽干之后，下去把它捉起来。现在把机器拉燃，把马力调大一点，尽全力的把鱼塘里面的水全部抽干。